也有眼睛啊。太阳，因为它是要画给意义看啊，不然太阳它没有眼睛哦。对呀、啊，嗯，那你怎么偷放屁很臭？哦，哎呦，太臭了吧！哦，要求恁两个屁拢有够臭的。是妈妈放屁。是妈妈吗？那可是这个没有眼睛啊。哦，太臭了啦！哦，阿弟阿伟，我要拿一个夹子来夹住鼻子，不然要叫救护车啦。哎哦，然后叫警察来啊！这里有人放屁啊！是你放的对不对？不是啦、啊。为什么你放那么臭的屁？是妈妈。是妈妈煮饭的味道。是意义呢？不是，是爸爸啦。那现在要再看哪一个？看哪一个？太香了啦！啊，阿娘喂。